落差，我连我看的都看不出来，落差很大。所以你的电量控制要好。就像啊，罚球线投篮哦，那三分球投篮哦，我只会讲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电量多少，因为资讯那是你自己的。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距离都是固定的嘛，你是怎么样去 keep 住这个力量的过程很重要。你而且你有时候动作其实上都还蛮 OK 的，会突然有一个标是这样子。那就是因为你会这样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想要控制力量大小，就是力量控制一样，就是我讲手的延伸啊，就是很好控制力量的感觉。你同意吗？是甩手臂，像我在练体能的时候，我手会这样放开，我会这样甩，用手延伸什么？对，你往下甩嘛。那是延伸起来，就肩关节跟这个肘关节变失灵了。